我为什么说圣岛云洞是飞扬记的第一个入口？大家好，我是排雷专家卢哥。上期视频我们讲述了飞扬记地图的由来，查看评论区我发现大家在争论一个问题，那就是飞扬记的入口是在雨林还是在圣岛。在测试服，飞扬记的入口其实每张地图都有，陈岛的月山谷一个，绿野圣岛一个，雨林的主地图和隐藏图各一个，峡谷的梦想记地图一个，木土的方舟地图一个，静阁的望子记地图一个。那么这么多通道，我为什么说圣岛地图是第一个通道呢？第一点就是风向标，只有越野的福岛和圣岛有这么多个指引路线的风向标，你顺着风向标的方向会看到这里新增加的云洞，进去就是飞扬记的地图，所以说这波你路过之前的预测算是奶对了，但是也没完全对。第二点就是飞扬记地图的物品，这张地图的物品很多，典型代表就是铜铃罐子和漫天的光生物。我们再查看六大地图，发现这三样物品只有集中在越野和圣岛，这应该算是铁证了吧。第三点是飞扬记的季节任务，第四个和第五个季节任务是解救被围困的飞鸟和妖鲲，这两样光生物的逃跑路线主要集中在六大地图隐藏图出口那里，并不在雨林主地图那个出口路线上。第四点就是飞翔记向导线组的人设，从向导线组的人设上可以看出，他和越野的长老是前师徒关系，因为某些原因闹翻了才解除了师徒关系。我大胆推测是因为对待如何处理光生物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才闹翻了，然后再结合第一点和第二点来推测，向导线组带着一部分线组和一部分越野的物品，一路做好逃离路线的风向标，在圣岛开凿出运动，到达了飞翔记地图，这样你会发现一切才说得通，才符合逻辑。至于其他运动通道，我个人理解为这是他们建立好了飞翔记家园后才开通的路线，目前也只能这么理解了。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视频见，拜拜。